2023桃园大歌厅台语怀古金曲。过年七天连续假期，03台共用频道，好戏连连，要让大家一次看过瘾。首先特别为大家推荐的是由头城镇公所投稿的头围大歌厅怀旧台语金曲演唱会，要让大家跟着熟悉的旋律一起回到50、60年代的头城。播出时间是每天凌晨1点及下午5点，连续播出到礼拜天。2023冬恋蓝牙温泉季。另外最多人参与演出的是宜兰县冬季旗舰活动冬恋蓝洋温泉季，采接嘉年华全纪录，除夕当天凌晨4点起下午2点播出，欢迎大家一起来欣赏这场由宜兰县各社区精心打扮的化妆游行盛会。而从2月12号大年初三礼拜一开始，每天凌晨1点下午4点11分播出2024罗东跨年晚会，重金云集流行音乐陪您嗨翻天。失去摇滚乐坛创作大赛。看完了跨年晚会还不过瘾，第一届摇滚音乐大赛紧接着在4点34分下午2点登场，来自全国的独立摇滚乐团齐聚宜兰，挑战百万奖金。我们是新力，谢谢。不要回头。此外，每天上午7点、中午1点及晚上9点，客厅运动风，大家来运动。宜兰县各社区轮番登场，要用满满的活力，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感受到阿公阿嬷的热情。值得一提的是，五节乡公所去年制作的年度大片《来五节催促鼻》为电影。即日起每天上午7点40分、10点以及晚间7点，下个礼拜是晚间的7点43分，首度完整在公用频道播出。五节乡长沈德茂特别配合03台公用频道举办有奖征答活动。两年再来一张，咱公用频道真支持，所以咱有两个小连续两个礼拜下边来播出，啊，这个。这个播出来的啊，请咱的乡亲来看乡长，你这个影片来的出现几遍。参加活动的方式，首先要成为03台公用频道的粉丝，您可以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或是搜寻关键字，加入联合有线电视03台公用频道粉丝专页，在活动页面上留言回答问题，并且上传与03台公用频道比 OK 的合照，就有机会中奖。除了有联合有线电视特制黄色大伞，另外乡长还准备了包括电风扇、月光米、五节限量咖啡杯组等等大奖，邀请所有的乡亲一起来收看公用频道，看微电影《来五节七头》，然后龙来中大奖。来五节找趣味，收看03公用频道有奖征答，抽大奖，大家做伙来。宜兰新闻记者黄文淑、林奇硕采访报道。